我是刘思柔，我今天示范一个锦绣玉鸳鸯。锦绣玉鸳鸯有近40年的历史，是香港老字号翠亨村的名菜。翠亨村一向以这个怀旧顺德菜而闻名，而锦绣玉鸳鸯正正是一道考验师傅刀工的菜式。所谓的锦绣是指色彩鲜艳的丝织制品，要做出好像丝的感觉，师傅会将食材仔细切成有丝，最后变成一道客式夏日的凉拌菜式，加上秘制酱汁捞匀捞起，有寓意吉祥的意思。师傅设计这道菜式的时候，会考虑到外观和选择一些客式时令的水果做材料的。随着市民大众的口味的变化，师傅会加入了新的元素，取替以往使用的材料，例如部分的水果会改用了这个红黄的圆椒代替，琥珀核桃会改用了花生碎，炸薄脆会取替了这个油炸鬼，而芝麻酱会改用了这个蜂蜜柠檬汁，令这个菜式的味道更加清爽和开胃。锦绣玉鸳鸯看上来就好像冷面的配料，铺满了这个香瓜、芒果、烧鸭、海蜇、小黄瓜、苹果和这个红萝卜。做法虽然不难，但它讲究这个刀工，要所有的材料切得又细，令客人吃起上来这个清新爽口的感觉。今天怀旧菜式锦绣玉鸳鸯就完成了。